是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我听说是在下礼拜呢就要到原住民电视台呢，他们有一个活动，受邀来做表演，是啊，所以呢，这也提供了我们南岛民族，尤其是我们台湾原住民的青年朋友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。那也可以显示呢，他们虽然说谦虚的说他们是那个农夫啊，渔阳歌迷，可是呢，表示呢他们在音乐上的耕耘呢已经渐入曙光，被人家肯定了哈。是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。